级呢，就是高音线越来越高。对，所以那个两个要保重，好不好？然后就是，尤其是我们有一次就是上康熙来了，然后就是是穿更高的高音线。有，我有看，你们有看到吗？有，就是那一集。对，然后就整个拼了命就退了，幸好买保险了。原来是如此啊！好，不过呢，这次很开心，因为推出了这一张九零闹闹。那其实很多人对于这张的概念很好奇，因为呢，特别是讲到九零年代这个东西，又是九零后后期，对不对？就是1990年之后出生的朋友们，对，有没有？你们有1990之后出生的朋友？有，举手，举手，我看，我看。哎，右边的呢有吗？有，就算不是还是要举手啊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这次专辑不只是给九零后的朋友们，其实它还蛮多元化，就是连我们歌曲有伴唱啊，小虎队的《红蜻蜓》，嗯，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是童谣的歌曲，对，叫做《小兔乖乖》，我们翻唱成白兔。白兔乖乖，没错，对，然后反正这张专辑很多的突破，对，然后自己创作的歌，对，这是我们首次呢，就是分别写，从第二跟第三张专辑都是合写，对，都是 Miko 跟我合作，然后这一次就是要不要讲一下自己这个创作的歌，像是 Yumi 是我不想嘛，对不对？我不想 No， 对，你们知道吗？是谁写的？我不想都是 Yumi 还是 Miko 写的？一二三。Yumi， 我刚才 Miumi， 对，然后 Miko 写的歌叫做什么？一二三，有你我不怕。我就可以清唱一段给他们听。好啊，可以。是我的歌吗？我说我的歌。还是你们各自唱一段，各自加强自己创作的好了。好，Yumi 先唱好了，你先唱，没关系，好戏在后头。不知朝哪方向走，怎么哭，一起打败好不好？擦掉眼泪，别退后，就算全世界否定了我，有你我不怕会迷路，有你我绝不会说过不会停止那脚步，未来清晰守共度，追逐。对，这首歌其实很明显的分辨我们的就是二重唱，就是主音跟和音。对，而且这样子，今天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都赚到了，因为除了大家今天在签唱会上面可以听得到之外，你们还各自唱了自己的创作曲。对，这首歌其实要献给我们所有爱我们的人，就是歌迷朋友们。对，对，那这个那 Yumi 的呢？我的歌曲我不想。好啊，那我就唱一段好了。好啊，好啊，一起来。我不想 no no no， 我再不在，过去不再再回到原来，闭上眼睛却还能看见你，甩不开。Yeah. 我不想 no no no， 我再不在，让梦掩埋埋埋，不要醒来。从此不再为我存在，我也不再为你等待，好不好听？好。